这里。哦，从这边而已啊，从这边走到这边呢，没有很远，这边走到这里而已。现在没有枯水期，不知道有没有瀑布，拿走。哦，这边就有瀑布了，直接瀑布就有了。来走，走。又在打雷了。至少还有一个翘点。哦，你说那个踩下去会翘一下，那不然我就脚怪怪。站着就上坡。嗯。什么？今天站着就上坡。哎，哎，又遇到了。说中文吗？Only English. Only English. Yeah. Where come from? United States. Oh, USA. Yeah. Oh, oh, oh. Sure. Welcome. Thank you. Okay. Beautiful. Yes.这石头我们用来踢下去。这个雪，雪也只是一个兴趣。听到水声，你想哭？那你脚步好像不太稳。这个换鞭炮了。他到底还有多远？
哦，对，很多台阶呢。说它台阶哈、哦，它是700多阶。那个台阶算还可以，不会很陡。不会很陡。过还是上来会很累哦。嗯。因为它一直往下哦。对啊。但是它给你是短，左短左管右管的，左拐右拐的。哦，这边有凉亭可以休息。你要吗？不用吧。你下下来，还好我们走到瀑布这里，还好走到凉亭这里。我们走到凉亭，对，还没走到瀑布。对，这个，这雷很恐怖哎。动不动就拿针眼，拿针眼。哦，这雨很大呢。对，你忘了、哦。还好你有说，不然还是带着水。应该咬得到，你知道啊？他在家里也是啊，有那个黑蚊子，嗯、他就在那。不要在那边乱跑啊！你就过来，过来。哎，这一只刚好打好，我看你这边哪只不动？你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脚伤的要紧，要让它晃。哼，有蚊子，应该没有。先动一动，来看一下。看我们走，它会不会叫？它会发臭。我们两个会发臭，它会发臭。我忘记把你带走了。很滑哦，小心哦。对啊，不知道好不好。还是我先。你说。我先，我先。你要很滑，小心。你不要四步步一拆哦，要让它拉着。嗯。绳子短一点。不会拉你。走，走。你自己小心一点，不要滑倒。走，我先走。哦哦哦哦哦！好险，你没有经过哦，好恐怖哦！掉下来了。哎呀，就这样掉下来，好险你没站过去。我的拍照给我看。哦。哎呀。怎么会掉下来啊？你下雨太重吧。
戴在耳朵上。难怪你都没有听到声音。哦，妈，你想要跳下去哦？他好像一直急着想要下去一样。下面有走下去的我比较累，我怕会摔倒，走上去的不用怕。走上去还是要小心哦。上去比较安全。带那一只伞啊，中，下去10分钟，上来1小时，快到了。我是要离开，你看他，花谢了，没开了。